两名选手呢，从2013年就开始一对组合，但是呢，他们曾经冠军开了赛场，最开的就是郑伟的小朋友，然后进入了赛场，重新呢和也是退役的郑伟烨重新搭档回到比赛场。这样是什么动作？我为什么心里有负担？就是因为我到了北京了，每天上台，只要出一个人前头，我必须是以最好的状态上台。我进入了北京了，我不单单是代表广州人，我要代表上海。我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了。不光是我家里，包括领导，包括我的队友，我希望我能做到他们期望。